好，今天这篇今天为大家导读《用摄影》第91篇，来为大家介绍 Canon EOS N 系列的比较。那这次比较是 EOS N5、N6 跟 N100。为什么比较这三台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那是因为以目前 Canon EOS N 系列的话，目前有好几台可以选，包含了 EOS N3、N5、N6、N10 跟 N100。那为了要让大家讲更清楚一点的话，那我就先到 Canon 的网站上去给大家看一下，为什么今天只比较这几台。好，我们到他的网站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到他的那个 EOS 系列，他目前哦，你在看他 Canon 的相机的话，目前 EOS N 系列有 N5、N6、N3、N100 跟 N10。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，可能会一时间搞不清楚说这几台差别在哪里。不过呢，在介绍这篇文章之前，我应该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比较这几台。好，我们稍等一下。好，为大家稍微说明一下下，为什么比较这几台呢？因为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呢，这两台是非常的入门。然后呢，这三台看起来数字很像，但是我待会再解释。我们先解释这两台，这个是大概两年前出的吧，我没记错是两年前。这个是 N10 的新款 ，N10 新款款字。那 N100 跟 N10 哦，对于不太熟悉产品的人，会觉得说这两个好像是不同产品。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，因为呢，他这样子就让你搞不清楚哪一台是新的，哪一台是旧的。三 C 产品是买新不买旧，除非是价格真的差很多，不然其实是买新的会比较好一点点。然后这三台比较有趣一点点，这一台呢，这个大概是三四年前出的。然后他三四年前出完以后呢，他出新款嘛，他的新款其实就是 N5 跟 N6， 然后可是 N5 跟 N6 呢，他是先出，这先的，这是后的，待会我要解释他们的差别。所以说为什么解释这几款呢？因为它有一些新旧款的差别，那旧款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理它了，就不看了。旧款的东西我们不看了，我们看新的就好。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只帮大家比较 N5、N6 跟 N100 的差别。好。那这三台的差别呢？我们先把它的规格表先列出来。一样，我从规格表去快速帮大家导览一下为什么比较这几个项目。因为呢，以一台相机的比较，一台相机的高阶、中阶、低阶差别，我们可能会先看它的感光元件，然后以及它的晶片跟感光度的表现。其中最重要、最重要的应该是对焦性能跟连拍。我们打三颗星好了。这行星好了，看换一颗，我们打三颗星。所以说呢，以相机的低阶、中阶、高阶来讲的话，其实对焦性能跟连拍其实是最主要的差别。那感光元件跟晶片，有的时候是因为它的新旧可能会有一些出一些新款或旧款差别，一样很重要。不过呢，今天呢 ，N5、N6 跟 N100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主要的异同。他们实际上都是相同的感光元件，都是2420万有效画素，所以说他们的画质上来讲表现是都一样的。同时间呢，他们都是用 DG7 的晶片，那个这个晶片是会影响到比如说录影的规格、连拍的处理的速度，然后主要差别在这边。那当然也会影响到画质，不同晶片对于画质的影响上多少会有点差别，所以他们三款都是用相同 DG7 的晶片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然后他们都是 ISO 100到25600，换句话说，这三款新旧高低差别，我们说这两个主要的规格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保证说他们的画质基本上表现的理想上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说这边就没什么好去介绍的。那对焦性能基本上其实我也觉得类同差不多。你看 N5 跟 N6 这两台基本上规格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因为 N5 是先出，我刚刚说过它是先出，这个但是晚半年左右吧，晚半年左右，所以他们在差不多是同时期的主机，所以说他们的对焦性能很意外的是完全都一样，甚至再晚个半年出了 N100， 你会发现前面几个项目基本上都一样，差的是真的只是差在这里，
三轴电子防抖震 N100， 我个人是觉得稍微故意了一点点，在电子防抖震方面做稍微差了一点点。但实际上它的对焦性能，我们讲一台相机的最重要的低中高的差别，对焦性能的话，这三台基本上对焦性能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说有人会觉得说 N100 应该是很入门，它的对焦性能应该比较差，画质会比较差。基本上在 Canon 的 N5、N6、N100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，因为它们的性能都一样。但这性能都一样，但还差在什么地方呢？来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其实我觉得主要差别是在这边啦，它这边是其中之一啦。连拍速度 ，N5 的话，我把它稍微缩小一点。N5 的话，每秒是9张 ，N6 每秒是9张。基本上呢，这两台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但是呢 ，N100 因为它是入门机嘛，入门机总是要做稍微差一点，产品定位才有差别嘛。它在做这个，它每秒连拍就6张，6张速度比 N5 跟 N6 稍微差了一点点。好，还有差在哪里呢？还是有差啦。你看哦 ，N5 跟 N6 它可以持续连拍26张的 JPG 跟17张的 RAW，N5、N6 你会发现这两个完全一样。他们规格是完全一样的。什么叫做持续连拍速度呢？连拍不就一直拍下去吗？实际上差别是连拍的话，比如说是连拍26张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符合它的记忆卡规格跟它的一些测试标准下的话，你可以持续连拍26张，都能维持每秒钟9张。换句话说，你用 JPG 连拍的话，你可以拍3秒钟，都能够3927嘛，你可以3秒钟维持每秒9张的速度。不是说26张就停了，是维持每秒9张的速度，可以持续拍26张。那换句话说，连拍3秒钟之后，差不多会速度开始下滑。所以这方面 N5 跟 N6 两个规格是完全一样的。那 N100 你会发现说它可以到89张的，好像很厉害。那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样呢？因为很简单嘛，因为你没有发现到，我把字稍微弄细一点点，你没有发现到它每秒速度连拍速度比较少张。因为它每秒速度连拍速度比较少张，所以说以 DG7 的处理速度来讲的话，它可以让你的 N100 采用 JPG 连拍89张，不会掉速度哦，然后以及弱21张。所以说你说这是不是优点？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什么优点，反而是缺点，也不能说优缺点，因为它连拍速度比较慢，所以说它可以持续的拍比较多张。那是跟这处理镜面速度是有很有直接关系的，所以你说那是优点吗？我觉得那也是优点。说缺点吗？它的缺点速度，它连拍速度没有那么好。所以你看嘛，我红字是缺点，蓝字是优点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差别呢？有，就是荧幕规格。荧幕规格哦 ，N5 是最棒的，它是3.2 寸，然后是1620万 pixel， 然后呢 ，N5 跟 N6 跟 N100 是。三寸小一点点，同时它的萤幕精细度就104万 pixel， 所以说呢，这个差别在说 N5 这一台，它的萤幕会比较漂亮，看照片时照片的那个比较细致一点点 ，N6 跟 N100 会比较差一点点，这是它们萤幕规格上的差别。那其他特色呢？是啊，其他特色我回到文章里面去讲就好。所以这个图表就大概解释到这个地方。其实你会发现 N5 跟 N6， 我如果回到这里，我把这边图都擦掉，你会发现 N5 跟 N6 基本上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你会发现 N5 跟 N6 在拍照性能上两台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只是 N100 稍微差一点点，但是差那一点点跟我们在意的是画质跟对焦，基本上这三条完全都一样，所以说 N100 不会比较，对焦不会比较差，画质不会比较差，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。那接下来是差在什么地方上呢？差在什么？我都帮他都讲完了，好，没关系，你都自己再回头看一下。其他特色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先讲大小好了。这个是又是 N5 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比较大台一点点，它的操作比较好握，上面的相机的按键跟转盘比较多，它在操作速度上其实会比较快一点点。那 N6 的话，它你会发现 N6 跟 N5 它们差长得很像，可是 N6 为什么它比较小台呢？它少了一个上面这个电子观景窗的部分，所以整个 N6 上它的操作速度上没有 N5 那么好，可是它的体积却小很多，价格也便宜很多，
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荐 N6 的。那 N100 就更小台了。N100 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它做的蛮轻巧，对于一些不是那么讲究操作速度的人来讲，又讲究比较要轻要有多轻就有多小的使用者来讲，我觉得 N100 是还不错的选择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这三台吼，要怎么去选呢？比例图在这地方，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很标准的比例图。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啦，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买一台功能很齐全的相机的话，我觉得 N5 是还不错，因为它有个电子观景窗，然后呢在白天拍的时候，透过那小萤幕比较不会有反光的问题，然后操作也比较好握一点点。它上面的机身的转盘跟按键比较多，你在拍照在切换一些功能的时候速度很快。但是呢，它的缺点就这一个了。我觉得它就这个缺点了。N5，我们加一个关键，看能不能找到，那张图。因为我手边没有 N5， 所以说我也没办法拍给你们看。像这样子啦，使用脚架的时候呢，因为它的萤幕是往下翻180度的，所以你使用脚架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把萤幕往上转，上掀180度。它是下翻180度，你使用脚架的时候就没办法用翻转萤幕。可是呢，有人说这样子很重要吗？我觉得会用到的人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，因为我自己觉得还好啦，但是我觉得这层缺点是可以拿来讨论的，这是它的唯一的缺点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是预算稍微有限一点的话，你希望找个便宜一点的，然后同时间体积也要轻巧一点的话，其实我觉得 N100 是还不错，因为我觉得 N100 它的画质跟对焦跟其他两台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你不要想说看它 N100 这么小台，就好像觉得说它好像就弱弱的，其实也不会啦。我个人其实蛮推荐 N100 的，可是使用 N100 的朋友肯定要小心一点点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小心一点点呢？错了。使用 N100 为什么 要小心一点？怎么找到银河系？好，为什么使用 N100 的要小心一点点呢？因为我看看它有没有它的那个相机的那个操作界面图，有了这一个。你稍微看一下哦，它上面没有什么按键，它被挡住了，有点被挡住了。看看这一张好了，这一张这是 N100 的那个界面。因为 N100 它做的太轻小了，它把很多按键都拿掉了，那你在操作速度上可能会变得比较慢一点点。有现场在天能的展示柜，我有稍微玩过，我发现说我今天要转个快门，快门是上面这个转盘可以转，那当然没有问题。可是呢，要转个光圈，我还在按别的按键才能转光圈，要再转 ISO 的话，其实操作速度会蛮慢的。这一点我觉得是 N100 最大的缺点。然后我觉得两个比较平均一点的话是 EOS N6， 我觉得 N6 是我自己蛮推荐的，那是因为它的拍照性能内装来讲是完全一样的，它的操作的速度跟一些按键的配置我觉得算是还蛮均衡的，同时体积又比 N100 稍大一点点，但是不会大太多，但是价格可能会差上个5000-8000左右，有点不是很记得很清楚，而且价格会随着你看影片的时间会有点改变。不论如何呢，这三台的话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 N6，N100 的话是讲究入门、便宜、轻小的使用者为主 ，N5 的话是比较强调多功能齐全的为主。好，然后这段的影片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呢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到我的网站，这篇文章的编号是那个用摄影第91篇 Canon EOS N 系列的推荐。好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。